年三部曲最后一幕，左顶治疗看日出，一月一号半暝开始，一批一批的人潮就来到了治疗，大家规暝拢无困，要同齐迎接2013年的曙光。治疗这个所在也因此出现从来唔捌有过的大批人潮，而这个重要的刺激，市长赖清德嘛无来缺席哦。啊，实在够欢喜的！伫个2013年的透早啊，就有这个缘分伫个遮参大家见面。啊，我伫个遮要用上介大的心意，啊，先来甲大家祝福新年快乐！2013年，大家会当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，大家凡事大赚钱，安尼好唔好？接到这个场合，赖市长也向着游客来介绍咱台南市二寮日出的特色。那二寮的曙光是非常具有特色的，伊伫全国海拔最低的地方，不到200公尺，那就有云海哈、啊。它的美景啊，不下于玉山的日出啦。哦、啊，所以咱今仔日有真大缘分，啊，有那有真大福气，大家有机会共同伫2013年开始。咱就伫个遮欢迎日头出来，这是咱上界大福气，你讲对不对？对啊，咱拢爱珍惜，吼，拢爱珍惜。刚才听着大家问好了后，赖市长马上就由着治疗宋江镇引导，一路行上观日亭，迎接日头的出现，迎接我们的黎明曙光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们要邀请大家再一起来聆听由我们的管乐团为大家一起演奏的。迎曙光。小林威带出来。我们带着感恩的心，我们昨天已经送走了2012年，接下来我们带着充满希望、充满元旦的元气跟朝气，像是早上一起来迎接胜利美好的2013年。应该是在那边的，看那个亮度啊。因为初一透早的云真高，日头有可能被云砸掉的。不过众人的心中并无来放弃，大约在6:45左右，红色的日头光浮现，游客纷纷提起相机翕下这个难忘的一刻。大家别忘记，就是张林的焦点哦，出来呀、啊，出来呀、啊！是的，我们的旭日已经渐渐在东升，冉冉上升，您将会看到越来越完整的曙光。稠稠的云层马上就要转入长江，跟大家一起飞过去。你拢要买来看哦。啊，真的哦，你看他慢慢慢慢在读书，天气并不是这么晴朗，漫步在云端，对，是最晴朗的，而且最爽朗的曙光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吸引。全台湾只有这个地方看得日出，你在给他听。虽然讲日头无全部浮现，不离过总算邀予游客淡薄仔面子，看到了一丝丝啦，留下一点点的遗憾。倒数3秒钟，3、2、1，喜鹊蛋糕生日快乐！好，这样就至少我们慢慢缓缓的，有点像锯的，用手的那个压，大力的压下去。传统的台南的非常精彩好吃的糕点哦，非常高兴我们昨天在北门送夕阳，晚上在高铁特定区封跨年，今天早上一大早来到二寮来迎曙光。那据气象局播报，台南市是全国少数可以看得到曙光、看得到日出的地方，
那今天的这个二寮日出哈，到目前为止，啊，这个曙光哈已经陆续绽放啊，非常的精彩，非常的漂亮。那可能云层也厚哈，啊，太阳呢还没有完全露出来，但是呢，绝对值得期待。那我们特别是利用这样的跨年三部曲行销大台南，我们非常欢迎全国的好朋友，不一定是元旦啊，每一天啊都可以来到二寮看日出啊，都不会让你失望。二寮的日出，逐天拢总有，但是不是会当看到上界水的日头坑，这嘛爱看运气。只要是有心人，二寮的日出是一定袂让你来失望的。